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！啊，上班要迟到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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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公车很难等啊！哦，快迟到，快迟到！靠，太扯了吧！你排到路中间了，让开啊你！我要迟到了！哦，别闹了好不好？天哪！是上不去了吧？还有人插队啊？搞什么啊？这怎么行呢？要排到什么时候？起码要四五班车才可以到公司啊！太扯了！去死吧你们！该死的！车子开走了，不会吧？没有撞到他？怎么会这样？不要走啊！